有魂之火指引我，帮助我，请降下征兆，什么征兆都可以，照亮威胁我们的黑暗。你等等，退后，我不是战士，救命啊！来人呐，救命！别紧张，我一般不杀需要帮忙的牧师。我不是牧师，是执事，刚从神学院毕业才两个月，这是我第一次传教。 你不能杀一个第一次传教的执事。等等，你的眼睛，黄色的瞳仁。啊，没错，我在书上念过，你是猎魔人。也是，反正看着不像家猫或者草蛇。其实草蛇的瞳孔是圆的，不是竖的。不过，这不重要。求求你，他们如果打破大门，是会把传染病放出来的。 你们教派最近有个人还想杀我呢，就因为我发现他在做麻药粉生意，结果恼了。所以你说说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听到这消息，真叫人难过。我会为他祷告的。哎，就连教会里虔诚的神职，也难免误入歧途。而且还特别喜欢轻描淡写。 你们教会不是一直看不起猎魔人和变种人吗？现在怎么，非常时期非常对待了？不，你说的不对，这是世人普遍的误解。就这个问题，我和师父讨论了很久。我认为，不管是不是变种人，这个世上人人都能向善。哼，我说，你真是永恒之火的牧师吗？好吧，牧师。 但问题是，这是瘟疫，你让猎魔人怎么对付？纠正一下，要对付的不是瘟疫，是它的源头。几百年来，这个矿洞、恶魔坑，它一直被用来，当做病患的隔离区。那些没有希望痊愈的人，被丢在这里等死。你其实想要说的是这个吧？我也知道这样不光彩。 可瘟疫传播起来就像野火，除此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哼，也是，这个决定确实不容易，但比起被扔进山洞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烂掉，我还是更同情那些病人。他们已经无力回天了，照你这么说，难道我们应该任凭患者感染自己的邻居和家属？ 教会的目的是要保护他们的亲人。现在再说什么都晚了。你打算要我怎么做？矿洞深处有个闹鬼的岩洞，古代的文稿上说，有人，不对，是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，一颗滋生疫病，在深夜低语的妖灵。偏偏最近一帮逃兵占据了恶魔坑，残忍地杀掉了那些被感染的病患。 教会派我们来敦促他们离开，万一这些人打开矿洞的大门，往深处走的话，那这里就是第二个可疑的理由呢。我猜逃兵们应该把你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了，对吧？岂止，随行的其他人都死在了他们手里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求求你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，我可以给钱，必须消灭这些强盗，还有这个。 那些逃兵已经被我收拾了，我想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有麻烦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那太好了。不过我们依然要抓紧时间，矿洞总有一天还是会被人知道的。真的要猎魔人出手，现在的情报是不够的。这个怨灵在矿洞里多久了？有人亲眼见过吗？是这样。 我的资历不够，记录上的内容只能看一小部分，但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它是很久以前出现的，就在第一波疫情的感染者被送进去以后。有一次，教会试着进行驱魔，可是，我也想亲眼看看结果怎么样。可他们就不肯细说，对不对？是啊，看守最近报告说，在晚上听到了窃窃私语，像是在求饶，但又特别奇怪。
跟闹了鬼一样。吓人吧？可是我就知道这么多。你要给我的这个差事风险可不小，希望你能出个公道的价钱。我身上只有这么多，就看你觉得是不是公道了。同意，其中一部分我自己掏腰包，但我相信你对得起这个价钱。那定了，这个忙我帮，你最好在这里等着，把钱先备好。没问题，从目前的情况看，这笔钱花的肯定不冤。对了，这个给你，是开大门的钥匙，月永恒之火指引你猎魔人。爱指就指吧，再见。牧师的护卫，剑上，很可能是那些逃兵干的。字条，魔药配方，用白菊花煎煮。快去上面说的地方看看。请你帮帮我。听上去倒挺诚恳，不过也可能是个陷阱。正在震动，我最好查一查。狼血派的配章，念头非常久了，凝固了很久，是某种出血热。这里可以用魔法灯试试。不对，不是那边，我在哪里？这些骨头里散发着黑暗能量，是那个幽灵干的。是在浪费时间。
这就对了，往下走，右边的走廊。对，我就在那里。是瑞娜的提到的那种东西，又是一个集合，是在给我带路吗？其他猎魔人来过，还是狼血派的。感觉不大对劲。你是谁？又有血，墙上全是印子，是人指甲抠出来的。病人拼了命的想要出去。瑞娜的是猎魔人，最近鬼杖在剧烈反应，而且那股臭味儿。该死，你们是什么妖女？剑的滋味怎么样？
病人们组织反抗，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白菊花盒子里的东西，指的一定是旁边的盒子。还好白菊花我自己身上就带着，其他的材料目前看也都是齐全的。看来是瑞娜的自创的配方，不妨先试一试。所有线索都表明是瘟疫妖女，不对，那些症状更有可能是赤纹鬼，得准备一下。站住！别往那里走！毁掉他们，就能把我放了。这么多年，总算把你盼来了。那个妖灵，瘟鬼，他还在这里。岩岩洞里，懂吗？不能放他出去。房间居然布置成了一个驱魔的结界，专门用来对付幽灵。哼，有想法。可我感觉他还在身体里，一直到现在。帮帮我，兄弟，给我魔药。这样才能把他赶走。你在这个地方待了多久了？你自己知道吗？很久，好几十年。这里的时间静止了，兄弟，永远不会变的。不止好几十年了，瑞纳德，你应该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死了吧？这副躯体之所以还活着，都是因为瘟鬼在作怪。就更应该结束这一切，必须这么做。
请把魔药给我。我找到了你写给兰伯特的信，很遗憾他背叛了你。我觉得只要两个猎魔人同心协力，文奎一定不是你们的对手。是我太傻，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就不该信任兰伯特。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一定转告他。至于你的朋友，不是应该叫奥斯曼的才对吗？你竟敢戏弄我。并没有，我只是怀疑现在跟我说话的是不是瑞娜的。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，但我也不是傻子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会控制住我，他会杀了你，还有所有你们那些。快喝下魔药，替我完成当年的心愿。冷静，我会喝的，瑞诺德，你再稍等一下。你别想离开这个王洞。几百年前就死了，但他的尸体却没有腐烂，很可能就是因为瘟鬼。奇怪，这种盔甲我从没见过。徽章虽然是个狼头，但它是平的。阿斯曼德总算派人来了，看来众神没有忘记这个中邪的河国。至于你，我要谢谢你。真不敢相信他已经消失了。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也许又是瑞纳德，又是温鬼，也许两个都不是。不用谢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派我来的不是奥斯曼的，是永恒之火的一个牧师。你到底是谁？徽章是狼血派的，但很奇怪，和我的完全不一样。奇怪在什么地方？和凯尔莫汗所有的猎魔人一样，这是我自己设计打造的。那你手够巧的。然而我的徽章是血派宗师发的，和凯尔莫汗所有的猎魔人一样。一定是你们那个年代的规矩不一样。说起来，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矿洞的？是970年。等等，不对，980年。我想不起来了，记忆很模糊，零零碎碎的。瑞诺德，那已经是300多年以前了。300？不，不可能。年以后他们就会派人来找我，最多10年，阿斯莫德会来找我的。妈的，我很抱歉，这正中了温鬼的下怀。猎魔人百毒不侵，所以他伤你的身，但不会破坏你的肉体。多么讽刺，我用上了全部的力气就是把他逃出去，结果却把自己关在了这座岩岩洞的监牢里。在我之前，被送到这里来的人也遭到了他的毒手。他们很快变得扭曲，丧失心智，变成了半死不活的凶猛怪物。那些记号、声音、火把，不是你弄的，对吧？这还用问吗？
温鬼就是要把你引到里面来，我又太虚弱，甚至都无法注意到你的存在，至少一开始是这样。当年发生了什么？你是怎么和温鬼被困在这里的？那些邪教徒雇我来驱魔，但一看到我可能被附身，他们全都慌了神，想都不想就把入口给封了起来。他们可以再派一个驱魔的过来，要么去找别的猎魔人也行啊。矿洞里那些散落的尸骨，全都是为了永恒之火的荣光遗弃在这里的可怜人。看到了。就在刚刚，那个温鬼还在企图冒充猎魔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你是真的瑞诺的？那就问我几个只有狼血派才知道的问题，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吗？你当真是狼血派的吗？就你那副盔甲，不能说一点不像吧？看颜色、镶钉，还有那些竖条纹。当年在凯尔莫汉，他们总是把报废的装备扔给我，说我能够点石成金。这副盔甲就是在冒险的路上精心打磨出来的，我本来打算把它做成整个学派的原型，可惜最后没能完成。就你一个人，连攻防都不用？我觉得你干错行了，没准能成个出名的盔甲师傅或者裁缝什么的。阿斯蒙呢，也会把自己的改进意见写下来，我们原本打算会到凯尔莫汉一起讨论讨论。不是我不相信，但你有证据吗？搜索我的尸体，左手边的口袋里面有张图纸，拿着吧，它归你了。虽然身上的幽灵除掉了，但你的情绪还是很激动，我得让你平静下来。哼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不能让我变成我们要对付的那种怪物？但我还有心愿没有完成，只有把它实现，我才能安息。或者我也可以找些柴火来加个火堆，把你的尸骨一把火烧掉。你要我带着痛苦和悔恨离开这个世界？你就打算这样处置我吗，狼血派的兄弟？你说有个牧师派你来的，对吧？那把他带来，我要和他说句话，了却我个心愿。为什么？跟他谈经论道吗？几句话能改变什么？想开点，瑞诺德。我要盯着他的眼睛，然后问他，把人丢下等死，饱受折磨，他的永恒之火会怎么说？把你关在里面的是几百年前的牧师，和那个男孩没有关系。那你倒是把他们带来给我呀。不能吧？我想也是。那好吧，就说几句，仅此而已。我明白你这话里话外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你是想多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恶意，而且就算有，不是还有你可以保护他吗？那好，我去把牧师找来。我不明白，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？所有这些尸体，这么多血，我不知道。Reynard， 你受的苦我听说了，我本以为自己可以帮上忙，但罪孽如此深重，如何才能弥补？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执事。
执事也好，大主教也罢，你们都一样。永恒之火只接纳两种人，罪犯还有伪君子。我发现了一具牧师的遗骨，当年他没有放弃这些需要帮助的人，那他是罪犯还是伪君子呢？罪犯还是伪君子？那我问你，把他封死在矿洞里的又是谁？是强盗还是巨魔？都不是，是他妈的永恒之火教会。你看看他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犯了什么过错？是背错了经文吗？还是在斋戒的时候偷吃了点心？他唯一的罪孽就是听信了伪君子的说辞。这个孩子，这个牧师，他会把猎魔人当人看。如今像这样的孩子已经算是濒危品种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会，教会并不会看不起变种人，因为我们的经书上说过，要尊重和怜爱所有的生命。可不是，看看这儿，你们多尊重生命呀。司铎说过，他说，我都被弄糊涂了，我这辈子都把他们的教诲当作真理，可现在事情怎么会是这样？教会理当保护弱者，为苍生带来希望，可我在这里目睹的一切，让人怎么是好？我该何去何从？真棒，信仰还动摇了，这算什么？一时心软还是真心悔过？出去以后你在这里发现的真相又该怎么办？你是个英雄，你阻止了一场灭顶之灾，现在你告诉我，你想怎么办？要怎么做你才甘心？哼，英雄，很久很久以前我也觉得应该以大局为重，那是我年轻有抱负，斗志旺盛，可现在我累了，我没有这个精力，也不想去讨论什么教义，或者是庆幸这个世界得救了，他们早就被时间消磨得一干二净。你也许没了年轻时的勇气，但我知道谁还有。谁说做好事就非得入教会，靠自己也一样。对，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我不回诺维格瑞了，我要留下来，把这里变成一个医务所，让它真正的成为传染病患者的避风港。毕竟我上神学院是为了服务大众，而不是教会。我这是在干什么？几百年来连赤温鬼的诱惑都没有屈服，如今却不能原谅这个男孩，难道说这么多年来是仇恨让我保持着理智？也许是这样，但那是从前了，关键在于你现在怎么选择。你的牺牲不会白费，放心吧，从今天起我要脱离教会，并且把这座坟墓改造成一个圣所，用它来纪念你的所作所为。愿你安息，善良的猎魔人。是你改变了他，瑞纳德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。哈，还是纪念别人吧，我又不是什么圣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猎魔人。我觉得这样最好。结束了，我们走吧。永恒之火在上，我觉得，不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可话虽如此。
要把过去这20年养成的观念全部抛弃。给，这是你的报酬。谢谢你的，你的帮助。我看未必，用不着全部抛弃。毕竟你看的那些经书里，也不完全是糟粕。也许吧，但我现在也有点迷茫了，不知道什么是对是错。也许我只要找到永恒之火真正的光芒就行了。再见了，曾经的执事。愿你成功找到。瑞纳德提到奥斯蒙德留下的笔记，如果能找到的话，也许就可以把盔甲完成。下次回凯尔莫汉的时候，可以去图书馆看看。说在凯尔莫汉找到的笔记是怎么回事？原来瑞诺德的图纸就是缺少的那部分，这就应该能制作那副盔甲了。